近日，山西运城市临沂县首批南美白对虾迎来了丰收季，一批批个头肥硕饱满的南美白对虾新鲜上市。在临沂县潘溪村南美白对虾养殖基地里，养殖户正在下笼撒料进行捕捞作业。当地的南美白对虾每斤售价20元左右。我这个塘口是120亩，平均每天能出1000斤虾，根据客户需求，每天也可以适时增加捕获量，具备每天3000斤到5000斤的捕获能力。我们临沂黄河边的南美白对虾一直可以卖到中秋节。我的这个定量吃这个白对虾都是顾客定下来的。